经理，这新运动产能配置计划书你看一下。陈总监已经看过，他没有什么意见，想说看你这边有没有想法，我综合一下再去执行。啊，这次新运动的生产啊，是安排在一场，所以我想说从二厂调线人来一场，再把一场的一些身手调去二厂做训练，这样子哦，两厂产能才会平衡，才不会影响太多啊。可是国际大品牌的订单都下在二厂，你把二厂老人都调走，到时候交不了货，怎么跟客户交代？可是新运动也是要如期交货啊。那个大设计师 Alan 龟毛的要死，我们的小公主跟他还有得谈呢。我看啊，这半年内会不会动，都还是个问题。慢慢来，别急。李经理，这个计划书啊，我已经演算过很多次，不会出错了。而且陈总监也同意啊。他同意是他的事情啊，工厂是我在做主的。如果国际品牌订单耽误到了，老董还不是直接来找我？还有，你做这些有的没有的，为什么都没有问过我，就直接拿去给陈文琪看？不尊重我吗？不是啊，李经理，你自己叫我看着办的啊。我叫你看着办，没有叫你擅自做主啊。哎，你要搞清楚，这里是工厂，不是你以前待的银行。那些数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要考虑那些在一线作业工人的想法啊。李经理，你不要为难我了啦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，我不帮你悬崖勒马，你这跤摔下去谁都保不了你。哎，今天没在看呀、啊？老狐狸是老狐狸啦，讲一套做一套啦，根本想整我嘛！要记得今天的约定，老地方见哦。怎样啦？你怎么啦？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哎。我很忙，有什么事快说。我现在在医院陪妈回诊，前面还有三十几个在排，我怕五点后来不及接宇轩，你去接好不好？我事情很多，走不开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啊。哎，小蒋，好久不见！哎，好久不见呢。哎，不错哦，两轮换四轮呢，最近削了不少哦。还好啦，就你以前的位置啊。哎，今年股票行情不错，我经手的股票啊、基金啊，都赚了不少哎。不过跟你比起来，就只是一点点零头而已啦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就是在家里面打打工而已。我们银行谁不知道你们新华的实力啊，随便分一点股票股息都花不完了，哪像我们买房买车都是爆肝换来的。没有啦，以你现在的身份应该是副总了吧。你以前不是想买跑车吗？哎，现在最起码应该是保时捷了吧。没有，我就负责工厂。哦，那就是厂长咯。厂长好。对对对，这个啊是我现在的名片，如果有什么投资机会啊，不要忘了我这个前同事哦。那我方便跟厂长请一张名片吗？啊，名片啊。我就想说出来休息一下买个东西，所以没有带名片啊。但你放心啊，有什么好处哦，我今天找你啊。哦，好好好好，那我还要拜访客户，就先走了。啊，好，就不打扰厂长喽。有什么投资机会，一定要扣我。啊，一定，一定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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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慢点啊。
在外面不要这样子。怎样？心情不好？谁得罪你啦？告诉我，我去帮你骂他。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什么什么家族企业、什么富买的都是假的，白花花的钞票放在口袋里面才是真的。光是想有什么用啊？钱又不会自己长脚跑过来。就别让我抓到机会了。 如果真的让我赚到钱，看你们谁敢对我这么好。早就告诉过你了吧，投资才能赚大钱。要是我们有钱了，谁的脸色我们还需要看？走啦，我跟同学约好看见那间房子了。嗯，一起去看。走啦。 欧巴。